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BL韩剧《语音错误爆红后》，目前在韩国有非常多的 BL 剧正在准备或者是已经开始拍摄了，而今天一个男团的两位成员宣布要拍摄 BL 剧，而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今天男团 Omega X 的所属公司官方表示， Omega X 成员钱汉也称将会出演原作是网漫《从前的雨瑞佐》的网络剧。 Omega X 成员钱汉是前 Spectrum 成员出身，曾经以 MMO 娱乐的练习生身份参加过 Produce 101的第二季，也称则是 Wonder Knight 出身的成员。而因为《从前的雨瑞佐》是一部 BL 网漫，这两位 idol 又是同队队友，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在韩国论坛掀起了热烈讨论。同队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一个组合的成员们要拍这个有点神奇，很像是粉丝们刻的CP 变成电视剧的感觉啊！如果是我家 idol 的话，我一定会到公司前面示威的。一个组合内的话，因为那些独唯也会打起来的。天哪，在决定前应该有三思吧，希望能成功。如果尺度很大的话有点夸张，但是只是浪漫爱情的话，为了提高组合知名度我觉得还可以。这里的反应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前面 TA 的开播之前不也是有过演员不太好什么的，结果还是成功了，别的组合成员就可以，同队队友就不行吗？什么逻辑？现在看这里的留言都能打成这样，所以才会担心以后开播之后的未来。所以 idol 男团同队队友出演 BL 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下个消息是2010年出演稳彬主演的电影《阿就喜后》获得新人奖人气大增的演员金彩伦，今天早上8点因为酒驾撞了好几次栏杆变压器后逃跑，被现场的民众们发现报警。在警方到达现场后，金彩伦拒绝酒测而要求了验血，所以酒驾嫌疑需要在血液检查后才能定论。而目前金彩伦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，目前正在确认状况，之后会发表立场。撞成这样了竟然还逃跑，年纪还这么小就毁掉了自己的前途。一般的酒驾也会被骂，但是撞到公共设施后逃跑被逮捕后还不想要酒测要求验血的部分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哇，拍好的作品怎么办呢？目前金彩伦正在拍摄 Netflix 的韩剧《사냥개들》，也有已经拍摄完成的电影《우리는매일매일》在等待上映。然后现在金彩伦也关闭了 IG 的留言功能。开车千万不要喝酒，喝了酒就千万不要开车，绝对绝对不要有侥幸的心理，就那么一次的选择真的会毁掉你的人生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超疯狂的 Lisa Rin Pierce cover 出演 Street Dance Girl Fight 后获得很多人气的夸张关注吧。最近他 cover 的 Lisa Rin Pierce 受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称赞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哇，真的太有创意了，窗户那里让我爆笑，可可哇疯了，超好笑，但是跳得也超好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Brand new kingdom, 불꽃이 튀어 숨기려 빈건 햇볕은 비추는 깊은 내 마음속 크리그